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哈，就是最新的《忍者神龟》的PC 版，然后有幸的话能够提前拿到体验了一段时间，感觉真的是童年哈。然后给大家演示的是在我们的 iNeo Air 上面的这个效果。如果说你跟我一样哈，就是过去曾经在FC 呀，然后超人上面哈玩过忍者神龟，那么我相信呢，就是这一座的话，一定会让大家这个找回童年。